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库的大冒险。哦，好，冲啊！冰块模式登场。别打啦！别打，我就不怕你们了。心低了。真的是非常的哦。他那个圈圈居然会跨越地形，我想说那边他在地上有圈圈，应该打不到我。困难跟非常难，我觉得差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困难打到对方，他的攻击就中断了，非常难。不会，他如果打了就打，会一起死。无意义增大，啊，增大活不下来。是的，哎，直接压死他们其实就行了。可以变到最大了吧？真的啊！好滑哦！好，打死！不，他可以进去吗？这里感觉好像可以进去，又是一个新发现。所以可以用旁边的碎石便当吗？应该是不行的，一滑下来就被秒杀。哦。好好过分哦，从这里耶。
三要体型优势，从上方攻击。哎、欸，他刚刚放的是新招吗？为什么那么大一个黄色的？下去就会有敌人，哇！拜拜。有兵，突然一阵顺畅，去淡化就是比较好打。敌人。哦哦，他一个的伤害好像没有说很痛，可是连发吧，不然就是我足够大，所以还好。最后那边放个大，哎，一次压死两只，真好。
差一点。开大货，变小了，我变小了，我不是就打不赢了？先打弓箭手好了。哇，全身上冰太滑了，是玩什么新冰毒吗？不是啊，这个是我可以吃冰块变大，太滑了，我不要在上面跟他们打。哇，被弓箭手射死了，明明就是一个好机会的说。打同行了吧？还有啊！哦，怎么还有啊？终于出来，立刻死！
什么死的是我？弓箭手，我闯过去好了，这里。中了一箭，不过我过了，耶、yeah, ，变大啦！嗯，It's a new look for me. What do you think? You look fierce. I feel fierce too, but I'm gonna have to hustle once I get out there. I figure I've got less than a minute before the sun melts me back down to size. Well, a minute might be enough.See the three crossbars on the gate? Uh-huh. The mechanisms that control them? Mm-hmm. Those are your targets. Got it. Oh! Can't stop the power.哇，被砸碎。还好这边敌人不会重生。拿盾牌了很难打，这样也不行哦，打中他一下了，我同一只他应该会回满，我变小了，他
太小了，我太小了，感觉他会第一下跟第二下之间那个是一个机会。从上面过去他后方，好，太好了。One down, two to go. 冲啊！哎、欸，还没死，他还没死，哈，死了。变小，然后就再附三只哦。我把它大放在中间这里好了。什么？什么？没成功，那个家伙居然不会被大打死哎、欸！完啦！可能要第二下的时候飞。我刚刚到底是第一下飞还是第二下飞啊？死了！一只就够难对付了，还三只。我跑去补兵呢，不然我没有兵也是打不赢的，可以这样吗？喜欢了两只小喽啰，不用重打。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了。还有一个。Just one more to go。我相信最后应该还是一只那个嘛。三只的，我变小了，他们恢复大了。哇，they're guarding that building. I wonder if that's where they keep the relics and all the other things they stole. Hope so. It's been slim picking so far. I'll see you over there. Looks like you'll need to take the long way. Sorry.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